听到今天的新生请指教班主任课座时间，有请到 Brianna 薛凯琪。大家好。我们薛凯琪其实周身劳顿，然后静态坐这么近，薛凯琪非常非常好，还好。所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请教一下护肤秘籍是什么？护肤秘籍是多喝水，然后我敷很多的面膜。敷面膜？对，一天因为我不太广告的话，我可能敷三种不一样的。如果平常我就可能，我希望是每天，但如果不行，就是隔天一个。对，然后我会就是比如说涂脸霜啊、眼霜，我都不听话，因为盒子里面都写就是一米这么小，我都很多，因为我觉得就是晚上我们大家都习惯了开冷气或者暖气，其实都会让皮肤很干的。对，然后那如果皮肤很除了就是涂完 cream 脸霜之后，你还可以抹脸，那会比较快。OK， 是面霜加一些油。对对对，加油。如果说化妆包里面只可以装一样的东西，我会装什么东西？一样的东西啊。对，三样的选项吗 ？Foundation。Foundation 不要。唇膏吧，唇膏可以就是涂唇，然后也可以涂一点腮红。OK， 那我们的这个新生请指教是跟校园有关的，但校园同时也是爱情会产生的地方，所以想要请问薛凯琪在校园期间有没有表白或者被表白的恋爱经历？我校园的时候就被人追是不是？没有，就是校园的时候我很真心付出，因为我有暗恋一个男生，但是整个校园中学、整个中学还有小学，我都没有人追过我。我是中学之后有男生喜欢我，因为我中学的时候我哭牙是龅牙，然后就是不懂化妆也不化妆，然后头发都很丑，每天都不打理，他都是拿 K 的，普通话怎么说，就是打结，然后我那时候皮肤很黑，因为我本身是很黑，我是因为保养得很好然后把它弄白，其实我本身是挺黑的。我有暗恋的男生，那可不可以就请教一下，如果说想要暗恋的人注意到你，会有没有比方说三招教你搞定学长的？我完全没有。如果你说是读书的时候，我完全是私底下的暗恋他，然后我还拿了一本就是 diary 一个日记，然后整个日记都是写他。对，哦、oh, that's so sweet。 但是读书的时候我是给别人 bully 就是被欺负的。对，然后哇，就是、真的吗？那个就是读书的时候，我那一本 diary 就是那本笔记本，全都是写他嘛。然后那时候很蠢，就是每天都带着在我包包里。然后有一个女生，我还记得她什么名字的，我现在不会说出来。在我们break time 就是休息的时候，她把我这一本书拿了出来，然后她拿的那这本 diary， 我就说啊，你干嘛？然后她知道里面写的有什么吗？念出来，再然后我就追他，他一边跑，围绕着那个桌一边跑，我说给我，就是 Dear Diary， 今天我看到，比如说他叫 Peter 这样子，那不是叫 Peter， 我就很喜欢他，然后他就一边念出来，我追他，快给我，我觉得这好过分哦。但是作为一个 Peter， 有知道你喜欢他这件事情吗？如果我也是帮到你，好像是他这么一念，全班都知道了。再也没有把这本 diary， 好像就再也没有带写下去，带去学校了。然后对，没有，还有带，但我换了一个是有锁的，换了一个是有锁的。第三问题，我们要请教薛凯琪老师，新生请指教的新生你是怎么样定义的？比较期待在节目当中听到怎么样的新声音？听到那版声音的时候，感觉到除了就是他技巧好啊，唱得好之外，就是是有感觉的，是从爱发出来的。就是无论他唱的那首歌曲，他唱自己写的歌曲，都是有故事性的，而不是想要表演的很厉害而已。就是不是炫技的那种。对。今天有请片，我怎么会紧张啊？准备在对 Fiona 好，还 Fiona， 慢慢来，在比赛当中比较期待了。黑豆，欢迎来到新生请主教，请指教。没有，我也得这么难念。新生请指教，新生请指教，加油。